生病的主人软软的，好可爱。嚯，你怎么不会喵这样叫啊？你不是猫吗？为什么要喵这样叫？猫不都是这样吗？我不记得我这样啊。这样？反倒是主人，以前总是呜噜呜噜的说话，完全听不懂哎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都听不懂对方说话呀。是的，以前主人总是凶凶的，呜噜呜噜，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要被杀掉了呢。以前总是挺冒险的。这样啊，那你后来就不害怕我这个呜噜呜噜的怪人吗？才不会啦，虽然还是听不懂主人的话，但我知道主人非常善良，非常关心我。反倒是我很担心主人。担心？对呀，主人给我准备好猫粮后，自己却经常不吃饭。我生气的想提醒你吃饭，可你却完全不搭理我。还有这样的事？现在还是白天。是是。别走，就在这儿。妈妈，你要去哪儿？不要丢下我。我不要。不要担心哦，我来陪你。子睿，你不记得？当然记得，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天使。不对哦，你怎么了，婆婆？你已经忘了。我怎么会忘记你呢？不，你已经彻底忘记我了，即便看到我的样子，